这是谁？我们的凯蒂老师。因为我常常看到大家的现实动态，不仅 tag 我的肌力训练，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是，大家做完 Mayfit 的 training， 然后会马上跳转到 Flow with Katie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很开心的可以跟凯蒂老师合体。然后呢，今天凯蒂老师要带给我们很适合早晨或者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30分钟的 Yoga Flow。 对。对，那这个 Yoga Flow 有什么特色呢？要不要请凯蒂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？妹有跟我讲说，就是他的频道的朋友们非常喜欢流点汗，所以今天就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让大家出点汗，然后会以站姿为主。我们呢会需要一张瑜伽垫。对。那这个瑜伽砖是必须的吗？瑜伽砖就是有的话你就准备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用厚的书啊，或者是其他可以支撑在手的，像字典那种，字典那一种。Okay。我们首先站到垫子前端，然后我们把脚大拇指并脚跟并，好，手来到身体两侧，我们吸气，手上看向大拇指，吐气前弯。好，如果腿比较紧的人可以微弯一点点膝盖，吸气头抬，手点地。吐气，手掌贴，脚往后来到平板。好，保持肚子收，重心往前。那我们先让膝盖跪地，下巴微微抬，然后慢慢弯手肘下。好，让你的手臂切在你的胸两侧滑出去。吸气来到 Cobra， 吐气回下犬式，看向两脚中间。好，一开始腿比较紧的人可以先弯曲两边的膝盖，踩踩脚，放松一下。保持背拉长延伸，下腹部收紧。我们在下犬停留四。好，每次吸气吸到后背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再把屁股往上拎，往后推。二，再一个呼吸，吸气脚踮，小碎步走回到两手中间，吐气前弯。吸气，双手高举，回到松气听。好，我们手再次来到身体两侧，深吸上看大拇指，吐气前弯。吸气头抬，手点，吐气推右脚大步往后。然后我们来到高弓步，吸气手往上延伸。好，然后尽量感觉你的前面膝盖对准脚趾尖，后面的大腿往上推，然后让你的手臂跟腰侧一起拉长。停留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我们让左手往前，右手往后，后面的脚跟往内转，进入英雄二。好，我们把前面大腿蹲低，看向你的左手，很好。然后感觉你的头顶骨盆在一条线。前面手掌翻，往后来到 Reverse Warrior， 再三个呼吸，二，再一个呼吸，回到英雄二，手往前走到最远，我们伸直左腿去到三角式。好，感觉一下你的肚子肋骨收，视线往上看。好，觉得还有空间的人把手往下扶到地板，然后背可以往后靠。那如果觉得腿没有办法伸直那么多人，可以手扶在小腿就好。我们保持两个呼吸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前面膝盖弯，我们手可以选择点在你的脚跟内侧或是跨在你的大腿上，然后把右手往头的前方拉长延伸侧脚式。好，觉得还可以的人前腿再蹲，然后把手掌按满在你的地板，再两个呼吸，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吐气，手点地。好，我们把后面膝盖跪。好，手来到你的脚两侧，我们把屁股往后，脚趾头勾。好，来到妹最讨厌的伸展了，没有，你很喜欢。好，弯曲手肘下。好，呼吸到后背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再吐到你的腿后侧。最后两个呼吸，再一个呼吸，吸气前脚踩，我们左手叉腰，右手上，扭转到左边。好，手尽量卡到你的膝盖或大腿外侧，稳定后手合掌。好，吐气把大拇指推到你的心正中央。
好，感觉肚子远离大腿，再三，很好，二，好，我们准备把后面膝盖带离开地板，去到弓箭步扭转，很好，大腿尽量往上推，感觉重心往前放一点点会比较轻松，很好，再二，我们最后一个核心，好，手点在前方的地板上，好，大后脚起。好，然后可以的话，感觉上半身前弯，把后脚拎高，然后来到空中劈腿。好，觉得有空间的人就把你的手再靠近自己更多，然后可以试试看用左手扶在你的脚后方，然后如果觉得很不稳的话，可以把手贴回来。对，我放弃，我这样就很好。好，然后如果你的腿就很紧的话，你也可以试着扶在砖或是你的后支点上面，保持停留。好，我们再三。二，最后一个核心，好，手点地，然后先把骨盆摆正，后脚带回来，吐气，前弯放松，吸气，双手高举，回到松弛的心，手来到身体两侧，深吸上，看大拇指，吐气，前弯。吸气，头抬，手点地，吐气，手掌贴，脚往后平板，重心往前。好，需要的人膝盖跪 ，OK 的人直接弯手肘下，滑出去 ，Cobra。吐气，回下拳，看向两脚中间，呼吸。四，三。二，再一个核心，吸气脚踮，小碎步回到两手中间，吐气前弯放松，吸气双手高举，回到 Some Sitting， 好，手来到身体两侧，深吸上，吐气前弯。吸气，头抬，手点。我们这次退左脚大步往后，然后我们来到高弓步，手往上延伸。好，保持前腿蹲，后大腿推高。再三，很好。二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右手在前，后面脚跟往内转，英雄二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右边大腿蹲低，看向你的右手。前面手掌翻，往后 reverse warrior。好，把前面大腿蹲，最后二，再一个弧形，回到英雄二，手往前走，伸直右腿。好，我们去到三角式。好，感觉一下你的背往后靠。好，我们保持弧形，来背往右。整个往后靠，对，很好。再二，我们再一个核心。好，前面膝盖弯，我们手可以搭在大腿，或是放在你的脚跟内侧。我们去到侧脚式，手往头的前方拉长延伸。来，很好，核心，感觉一下手指尖跟脚跟画在一条线。很好，再三。二，最后一个核心，吐气，手点地。好，后面膝盖跪，然后肚子贴紧大腿，我们慢慢把右屁股往后，脚趾头勾。好，弯曲手肘放松。好，右腿比较轻松，保持呼吸。好，很好。四，好，把脚大拇指下方那块骨头推出去。很好，再两个呼吸。最后一个核心，吸气前脚踩，我们右手叉腰，左手往上延伸。好，我们扭转到右边，手合掌，吐气推，大拇指来到心正中央。好，感觉肚子在往上提，远离你的腿。再二，最后一个核心。
准备后脚点地，带膝盖起，扭转弓箭步，再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弧形。好，手点在前方，我们把后脚起，去到空中劈腿，然后一样想要加深的人，慢慢把前方的前弯加深，然后你可以用右手去抓你的小腿或脚踝。好，现在把左腿再拎高，如果觉得很酸的话，就贴在地板上就好。好，保持三，很好，二，再一个弧形，收回，把后脚并回来，吐气，前弯放松，吸气，双手高举，回到松气的心。我们手来到身体两侧，深吸上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头抬手点，吐气手掌贴脚往后平板，重心往前，弯手肘下，滑出去 Cobra， 吐气回下拳，五个呼吸，停留四。好，我们让你的两个脚掌中间大概隔一个脚掌到一个半左右的距离。好，下腹部收，再把屁股往上拎高。二。好，把手指头撑大，手掌再往下压，很好。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吸气脚踮。好，微弯膝盖，我们这次看向两手中间，准备跳回来，跳。很好，吐气前弯放松。吸气，双手高举，回到松弛的心。好，我们保持脚并紧，然后我们手滑过地板，来到座椅式。好，下腹部收，屁股再往内转，蹲低。二，再一个回吸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头抬手点，吐气手掌贴，脚往后平板。重心往前，弯手肘下，滑出去 Cobra， 吐气回下拳。我们左脚往内踩45度，左脚。好，右脚大步往前，踩到两手中间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到英雄一，手往上延伸，很好，停在这。好，如果肩膀比较紧，可以让你的手分开在耳朵两侧。那如果 OK 的，我们就合掌。好，保持呼吸。再三。好，前腿蹲，后面大腿再推高。很好，二。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推直右腿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左手按到你的右脚的外侧。然后，如果觉得你的腿很酸，或是手下去以后会需要弯膝盖的话，你就拿砖垫在你的左手底下。好，保持呼吸，慢慢把右手往上提。我们进入扭转三角式停留。哇，我已经开始流汗了。对，很好，保持哦。吸，很好，三。好，从腹部转往上，很好，胸口往上拎。二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吐气，手贴地。好，前面膝盖弯，我们退回到平板。很好，重心往前，弯手肘下，滑出去 Cobra。吐气回下拳。我们换右脚往内踩45度，左脚大步往前。很好，吸气英雄一，手往上。好，保持前腿蹲，后大腿推高。再三，好，一样可以的话，尽量手并，然后把腰侧跟手臂一起拉长。很明显，这练太多手跟肩膀。二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推直左腿，右手按到你的左脚的外侧。好，稳定以后，我们再打开左手起。好，一样有需要的人可以抓一个砖。好，左脚通常对大家来说也会比较困难一点点。我们现在把左屁股再往后拖，右骨盆往前带一点点。再四，很好，三，
好呼吸哦，二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好，手贴地，我们退回到平板式，重心往前往下，滑出去 Cobra， 吐气回下拳，看向两脚中间，再四，三，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吸气脚踮，微弯膝盖，我们准备跳，回两手中间，吐气前弯放松，吸气手滑过地板做一式，吐，回上目前踢，好，我们手再次来到身体两侧，吸上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头抬手点，我们退右脚大步往后，好，我们来到高弓步，手往上延伸，好，吐气的时候蹲往右脚，所以我们会往后带，我们来到Skandasana大三了，好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手撑地，然后把脚趾头勾，很好，觉得还有空间的人把手点在地板上，左手往上带，很好，停留三，好，应该会感觉到大腿有伸展到，对，上半身也蛮有感觉，很好，再二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好，手带回来往前爬，我们手压紧地板，然后我们试试看踢高左脚，很好，重心往前，然后你可以选择右膝盖跪了，然后直接弯手肘下，好，滑出去 ，Cobra， 漂亮，回到下拳，五个呼吸，再四，好，手掌一样轻轻压紧地板，然后手指头撑大，二，再一个呼吸，吸气脚踮，微弯膝盖，准备跳，吐气前弯放松。吸气，双手高举。Some city king， 换一边，深吸上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头抬手点，吐气退左脚大步往后。好，我们要来到高弓步，手往上延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蹲往左脚往后，然后前面脚趾头勾。好，准备让你的左手推大腿内侧，右手往上打开。好，保持呼吸。再三，哦，有些就是如果你的脚跟踩不下，可以像妹一样，就是直接保持脚尖，然后找到你的平衡就好。那如果可以的人，我们就尽量把脚往下踩，但是它会需要一段时间练习，有些是比较受限于那个脚跟这个位置的，对，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拿一个毛巾或者是砖垫在你脚跟底下。好，再两个呼吸。好，最后一个呼吸，我们往前爬，手掌压紧地板，准备提高右脚，很好，重心往前，弯手肘下，滑出去的时候右脚放 Cobra， 吐气回下拳，看向两脚中间，好，保持呼吸，四，三，二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好，慢慢脚踮，走回到两手中间，吐气前弯放松，吸气双手高举，回到 Some City。好，我们来练一点点平衡，我们抬右脚，手往上延伸，好，感觉像你的左脚刀的内外侧踩紧地板，然后稳定后我们把右手往后，左手往前打开，好，可以的话转头看向后面那只手，然后如果觉得不太平衡可能可以看侧边就好，再二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吸气手上，我们现在把右脚跨在你的左大腿，屁股往后推，往下蹲，好，到自己可以的高度，然后感觉下腹部收紧，
再三，很好，二，还轻松的人慢慢往下蹲更多，然后胸可以贴在你的小腿，手再往前带，好，站起来，动一动，停很久哎，屁股也很酸啊，好，我们换一边，左脚起，手伤。好，一样先把你的右脚刀内外侧站稳，然后准备好以后，左手往后，右手往前打开。好，两边肩胛骨放松。好，可以的人一样看向后面那只手，会多一点点挑战。二，再一个弧心，吸气手伤。好，我们把左脚跨在你的右大腿，屁股往后推，往下蹲。好，一样到自己可以的位置，然后 OK 的人胸口就贴往小腿，背再延伸。好，最后三、二，再一个弧心，慢慢带起来。来，好，手脚解开，动动脚。好，手来到身体两侧，我们吸气手伤，吐气前弯。吸气头抬，手点地，吐气手掌贴，脚往后平板，重心往前弯，手肘下滑出去，空板，吐气回下拳，五个呼吸，四，再三，二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吸气脚踮，小碎步走回到两手中间。好，我们直接屁股坐到你的垫子中间停留。好，我们坐下以后，但没有要休息。我们让手来到你的大腿后方，我们来一个船式。嗯，把肩膀放松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找到屁股坐的位置，在坐骨跟尾骨的中间。很好，然后尽量让肚子跟大腿靠近，然后脚来到平行的位置。好，准备好的人手解开。停留三，很好，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好，我们手脚延伸拉长，很好，感觉下腹部收，然后压紧地板。好，如果你的核心比较强的人可以离地板近一点，那如果觉得爆酸很想要放弃，你就高一点点，比较不会想要放弃。好，吸气起，我们回到船式，然后脚带高，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扶一下大腿后侧，然后稍微调整一下，然后再把手解开。好，保持肩膀轻松，再三个呼吸，我们总共做三次而已，大家加油。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手脚延伸。好，然后尽量让你的背贴紧地板，所以下腹部会一直往下收紧。嗯，再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带回来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好，保持笑容。再三，很好，二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手脚延伸，最后三个呼吸，等一下要起来哦，二，好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带起来，很好，休息，我们把脚掌并脚掌，稍微调整一下屁股肉。嗯，好，我们往前趴，放松。好，到自己可以的位置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吸气到后背。好，吐气的时候放松往下。最后三，再两个呼吸。好，我们再一个深吸深吐。慢慢把自己推起身，好，我们把脚伸直，我们去扭转，把右脚踩在你的左大腿外侧，好，然后保持前面脚趾头勾，右手点地，左手往上抽高，好，我们扭转到右边，把大拇指推到你的心正中央，觉得还可以的人把手再往后走。好，轻松的人可以试试看，把左手塞到你的脚中间的洞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，你试试看。啊，脚很酸，没有办法，就可以再前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再两个呼吸。
好，再一个深吸深吐，然后不管你是绑手或者是没有绑的人，我们现在上半身都不动，又头回。好，头回，我们压紧下面的脚背，脚带起来。好，应该会是大腿前侧跟下腹部酸，有吗？有，很好。二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好，放松。我们换一边。我觉得凯蒂瑜伽一直在偷加动作。我说你可以吗？我们把左脚踩在你的右大腿外侧，前面脚趾头勾，左手点地，右上。好，扭转到左边。好，推伸。好，可以的话就把后面的手再往后带一些，然后我们肚子转，胸转，然后最后转头。好，一样可以选择绑手或者是停留在现在的位置。再三，很好。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好，头回，我们压右脚背。好，抬高，很好。三，二，一，好，回来休息了，脚往前动一动。那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这一套 Morning Flow， 我相信大家做完之后应该感觉到身心肌肉都放松了不少。来，一点点小小的挑战。还有什么挑战？我们等一下先来跳一下砖。OK， 你有玩过跳砖吗？跳砖是什么？就是如果家里没有砖的，一样就是可以拿其他的东西，然后如果是抱枕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手掌后方大概20公分左右，然后脚往后，我们先到下犬式，把脚往中间并，吸气脚颠，好，微弯膝盖，准备好以后跳到你的砖上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再往后，然后重点在于就是手要推地板，然后保持手伸直。好，应该会觉得手臂、肩膀跟核心都有点酸，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好，吸气脚颠，好，微蹲，然后看向你的砖往上跳，很好。然后回去其实比较难一点的，抬一点点屁股，然后往后回到下去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尽可能每一次都让你的砖粘紧地板，就是不要让它跑来跑去。准备跳，很好，往后，我们跳5次就好。很好，最后2，很好。我们最后一次试试看，我们可以再移动一个高度，怎么可能？稍微再为难一点点，但我的砖会倒哎，就是肚子要收紧，然后手要一直推。好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就是看向你的砖，然后收紧肚子，蹲，然后跳。哇，它会微微的在那动，太厉害了！但是反正失败就失败了，太厉害了，可以多玩几次，然后往后。这好像那种马戏团的技能哦，它可以练到蛮多的，就是腹部往内收的力量，然后你的手会开眼，开眼，很好。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。没事，回去可以慢慢练。好，好，压小挑战。嗯，然后我们。一起来，就是你可以先把手指头撑大，然后压紧地板。好，然后尽量把手撑大压紧，然后把屁股稍微往上抬，然后微弯你的手肘，然后把膝盖先放到你的上手臂。对，即便他没有成功去乌鸦，也还是会手臂跟下腹部收蛮多的。好，视线尽量往前看，有点微抬下巴的感觉。好，所以你的肩膀啊，可以再往前送一点点。对，感觉整个肩膀往前送。好，压左脚背，离开，很好，你看就起来了一点点，停留，有压脚背，有，是不是会成功？等一下，但是这边会痛是正常的。这边一开始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会不太习惯，所以会有一点点酸。嗯，然后但是久了以后，你习惯那个平衡的力量，你就会把肚子收更多，然后膝盖就不会觉得压到这边很痛。嗯，成功哎，算是成功，算是成功。好，我要在家里多练习。对，进步的开始。啊，对，蛮有成就感，蛮有成就感。
好，那我跟凯蒂老师呢，还有在他的频道有合作一支影片，然后也欢迎大家过去多做瑜伽的放松练习，好吗？那我们今天谢谢凯蒂老师的教导，谢谢妹，个人也觉得收获良多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